他是用谁割？他是用那个电动炉的方式做。我是谁割叫什么？哎，龙哥。传来了，好了，准备上去，算五位，那先让他下吧，没有下，没有下，他们要坐回去，没有下，对，比我差哪个 ？OK， 我们就上去了。我没那什么，没没没，啊，后面坐两位，后面好，我们坐后面，我们坐后面好了。我们到后面去坐好了，不好意思，对哦，走到里面。找来几个了？有两次啊。大江有。找来几个？我们坐到后面。这是用电动炉哎，对，不错哎。师傅，我坐这。可以的。你烟抽很大哦。这是电动炉。电视救生衣都没人要穿，可能天气太冷。OK， 来看一下户外的景观。师傅，我们这边开到那边要多久？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啊？开过去了。开到放生桥。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，哇，要那么远？可以。这个身高像我这么高的都会顶到车顶，啊，船顶。还说没有，你有那个安装啊？卷到我知道，是装，这是胶，你这个安胶了，安胶没有的。我没有安胶，没有。他那个在抓鱼的吗？还是让那个漂流物不过去的？没有，没有鱼的，这里一样，一样都没什么鱼。鱼有的，鱼有的。有什么鱼？都有鱼，都有。那个很大条的鱼跳起来哎。吃的啊？有没有什么鱼一定要吃的？鱼啊，鱼都可以吃的。都可以啊，你们这里没有什么特产，说要一定要吃的鱼。白丝。白什么？白丝。白丝哦。等一下去找白丝。很多次吗？很多次吗？啊？那鱼有没有很多次？多次的。我是说很多鱼翅多啊，那算了，不要这样梗到又更麻烦。你要算了，桂鱼、啊，这里有桂鱼啊，是这里出的吗？对。我刚刚就想要住在船头，你又往里面走。哦，那先可以过去那边。来不及啦，那么多人在那边，怎么去？
不起。前面坐下来。前面坐下。前面坐下来。看不见了，导演。哦。进来。不好意思。可以。让你们，这个全部我抓开了。那我让你们，我到里面去。好啊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冲到你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你这是哪里？你来做实验还是？好不容易跑到前面来了，兄弟们，感觉上知道啊，对啊。懂，丫头狗的。懒洋洋的一只狗狗。看到不了，看到了，这是不是十几万？没启动我给忘记了。都成为了，现在都成为了猪家脚了，换药的新猪家脚了。原来几毛钱一扇。那几千多万都出不来。我觉得有点像那个。你看这个基本上呢，他们都是在这小溪河道上面的架设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很潮湿的地方。那个的打就是工资就是出掉工资之后呢，压岁钱是树，这树的叶子长得像花一样，对，还有果，有需要什么？僵尸啊，对，我那方面仓库都到什么？仓库是，可以坐在这个河边。现在这边还没开发，等会到前面去开发的也是一样，两边都可以喝咖啡喝茶。示范都有，都是一样的。在里面，这边还没开放。晚上的话，这个表演就会在这边。告诉你，这个老几个工作，但是不是那么干。一个大要分一年的。大概要做多久？还有十分钟吧，大概。还有十分钟吧，大概。哎，所以说的。就前面好像开放了，对吧？对，这里还没。这里还是当地居民住。高考也还可以，再往前就基本上都去丢了。高考了之后开咖啡店、茶室、饭店。得那个哪个得五十块钱的钱，所以去了老久了。那个时候容易相符。不经意，不经意，干了你自己的努力。地铁一号出口出来这边到放生桥呢，我听业者来讲，他目前来讲是有三艘船这样互相跑来跑去。搭乘的时间呢，大概20分钟，从一号出口一直到放生桥，它时间大概是在20分钟。这边可以喝咖啡聊是非。好，遇到船要互相的礼让。我们现在的船呢，要徐徐的往后推一点，两个正好碰在一起，稍稍。我们让礼让一下，可见我们的师傅跟对面的师傅啊，有玩剪刀石头布，结果我们输了，只好把船往后推。那是我自己说的，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，开玩笑的。OK， 好吧，礼让了，我们再往前。护礁里18号的船，可见船老大
看起来比较会做人，我们的师傅就让他。你在吃姜头。OK， 继续往前走。我说想要听见。当心头啊！过这个桥，如果有人跳下来，就跟拍片一样。跳下来之后，哇！孙悟空横四出现，跳下来。这边的房子很特别，就直接用大片玻璃落地窗，就直接这样，就变成一个餐厅。这边真的在这边就喝个咖啡、吃个饭也是一种享受。都会决定来这边吃本帮菜。上海的物价是有比较高，但是认真的话，回去再认真的想办法赚钱。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桥边姑娘哈？大陆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《桥边姑娘》。没有。我们目前已经到城隍庙桥了，在前面再不远就会到了。这个另外也是观光船，用人工摇的，它不是像那个花园种花一样挖啊挖，它是摇啊摇。OK， 这边就是城隍庙，城隍庙。OK， 我们继续的往前。从台湾回到上海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，所以说是蛮近的。不过呢，刚刚我们从火车站一直到虹桥再转车过来，也都花了一个多小时，足足可以回台湾。OK， 旁边这边就会看到很特别的这个。哦，我们好像动物园的动物被人家光闪一样，一直看着。等一下会步行到这一带，这是最经典的一座拍完美的地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真的狗疯的新娘子吗？小朋友挥挥手，好可爱的小鬼啊。 OK， 还有人穿戏袍，还好七月份刚过。哇，新娘子，哎呦，新郎新娘，你是状元吗？是的。是我们同船的一些游客，很荣幸的跟他们一起搭船。
这边好像大家都很开心，互相打招呼，全部都会打招呼。我们快要到荒山桥了，这个是大的河道了，中间这边都有一些做一些那个把挡一些垃圾，哇，那个应该是救生艇，有一艘救生艇在那个井，这个井出来之后，好的，正前方这一座桥就是放生桥，我们即将抵达终点，这一班船的终点站。女主角要不要跟镜头挥挥手？她不理我，算了，不拍她。OK， 这是放生桥。在放生桥的两侧呢，事先做好功课，这边基本上呢会有一些餐厅，可以在那边用餐。啊，没有靠近河岸的餐厅的，听说价格会比较低一点。这边还有灯光秀的灯，晚上会点，晚上这边点灯会很漂亮。我们一直会待到傍晚点灯之后才会离开。十六，OK， 我们的终点站，终点站真的是从石头上到达了。今天礼拜六看起来是人不是很多，还不错，天气有点阴天。这边有星巴克 Starbucks。哦，这个河道水有在流，流得也蛮急的。我们师傅开船的技术很好。就是已经不知道下雨的感觉。但是下大了也不好。还好我们这艘船搭的人体重都不是很重，要不然这艘船有可能会沉。开玩笑的。好了，到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下船了，知道这样 ？OK。是从这里开过去。对呀。你也不要拍。你这是要去潮汕我们请你啊，我们你那那个那些董事长还是请你来拍，等一下不会走到这里对吧？走吧，应该走到这里。那些也有啊，那些也有啊。OK， 我们现在等一下再来走这个放生桥，往这个方向走。哇，麦当劳真的是无孔不入，正前方就看到麦当劳。这边有全景的一个景区图哈。哦，我知道北大街在哪，跟我来。OK， 我们现在所走这一条叫北大街。北大街的有点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台湾的小街道，哪边？在基隆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。
现在看看也有的，然后还一样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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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，然后小尾巴浪，飞到原地过的鱼子，原地过的鱼子，原地鱼子，不好吃不买的。云片糕。哇，好香的萝卜、哦。吃饭盒子上太小了，我不知道它萝卜，萝卜很香。吃尾巴吃吗？对，捞油，油边上有啊。吃尾巴了，吃吗？捞油看到错的，那个我来吃。你这是抹茶的，你这是抹茶的。吃饭里面看看吧，靠着河边的，拍照最好的地方，看河景，好热情。饭吃过了，我来没吃过吗？这边看一下，靠着河边上景观位，吃点龙虾菜，看看啊，靠着河边的。这是邮局，百年茶楼，大杯十二两，一共十二两，到饭店了，喝一点，十二两了。来，你吃个里面尝下子品啊。橘子果的。大了，上学了。这件好了，一斤有两斤的。老罐头。两斤的。一斤五百毛钱。好接肉铺，喜欢包个回去呗。哇，功夫最人，一斤39.8元。
陈皮，一斤才28块。捣陈皮。你上前面去叫他们不要走了。香草大学豆子。每人买一个啊。对吗？是这一个。小黎要吃吗？那像这个原味的啊，这个豆芝麻，这个是熟味的，香草的太贵了。这边那不你弄干净，再看因为，楼上楼下那边的嘛。冰冰跟我说。冬季梅花糕好吃，当时把网上的梅花六块钱的。那个卖东西的。哎，你这里啊。买一个莲蓬来吃。你要吃好。要把粽子带一点了啊，粽子买起来啦。为什么他们真的都写阿婆粽子？阿婆粽子，可能是老味道的关系吧。西瓜、甘蔗、鲜梨汁，15元2杯。没得嘛，我姐收钱是搞了，我弄的。我能拿下吗？没有没有。知道知道。目前我看最认真工作的一个弟弟，对，他可以24小时一直帮你这样搓啊搓啊搓啊，哇，好认真啊，弟弟你真乖哈，继续做哈。他这么笑，他从头到尾任劳任怨，从来不抱怨，老板不给薪他也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是做给你看。不用吃饭。对，不用工时，不用工数，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人员。整条街都可以看到阿婆肉粽，就是他们在旁边就有包肉粽的。宋家角的特色就是包粽子，他现场就这样包。那这样。再来一个卖海棠糕，新鲜出炉的，现烤现卖的啊。我发觉朱家角这边有个特色，他这边到处都好像是泡脚池的感觉，开玩笑的嘛。这早期的河道，他们可能就在那边洗东西，那看到有东西掉下去，那个鱼就游上来。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。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感谢您，拜拜。